了，别再聊。好了，给你了，奇怪，下次。有个大病人。好，再来，再掰四分之一。好假。还以为老姐在旁边，然后他其他。好假。好假。这个讲，影片纯属作假。好，听我这么说就很真了。我把它破烂烂的，怎么会看起来像假？好，大家都说，快点！干嘛？我要先把这几颗给解决掉啊！我剥完没人吃啊！